老朋友变成新情侣，通常都不顺利。
拿捏，有的时候要比对朋友还要谨慎，因为越亲近反而越容易伤害。三年半了，最后一个问题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本身是打算最近去他家一趟，然后跟他家里人把这事定下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可能信心没有那么足了吧。考虑过嫁吗？考虑过。现在呢？也有犹豫。所以有的老师就分析的对啊，这个关系里面你更在意，所以你更紧张，男生不一样，所以你才嚣张嘛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